出来喝酒。张大姐，旁边家的老母鸡又飞过来了，我先给他送回去，免得他又说我们家的公鸡丢了他的老母鸡。难道旁边家的老母鸡早就吃完了，少在我面前耍这些小把戏。看来不过的三关是出不了这个门了。晓得就好。第一关，不借助任何工具，在黑板上画圆。简单。第二关，是内姑娘跟四号，哪个先到终点算谁赢。怎么打退堂鼓了？比就比。一、二、三。谁比我都有绝招的？啊！小老板，弄几个下酒菜，等会儿过去自己开整。耶，长哥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哪关？卖了噻。苗条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哟，又在换零钱谈果子的时候啊！要你管？想谈了嘛，就买一个嘛。买不要钱啊？压得好多钱嘛，我得看一下。哎呦，咋那么贵哟？那还是算了，都够给娃儿买几个奶粉了。敢不接我电话？等你回来，看老娘咋收拾你！哎，你这个大家伙把我小金库都掏空了。咋啦？今天不出去鬼混了？今天我哪也不去了，就想替我的老婆弹奏一曲。嗯，你还想得美呀、啊、老婆，想当初我都是被你弹古筝折服的。油嘴滑舌。玩心了，我去看一下。你坐到我去。啊，我想好久的鬼魂，要不还是老规矩，过了三关就放我出门。好，今天你要是能过关，你想出门耍好久就耍好久。第一关，站在这个位置，背对篮筐，单手把这个球投进去。简单。下一关。第二关很简单，只要你对天发誓，从今以后跟二货包子断绝关系，永不来往。你这样就过分了。过分？到底是他们重要，还是这个家重要？都重要。只能选一个。我不选。最起码要给我滚！滚就滚。有本事就别回来了！要想我们情一段，除非天大黄河干。干！这次多耍几天才回去，先凉他几天。来老板，你这衣服咋买的？5200。那我再看一下嘛。切，买不起嘛，就明说嘛。
老帅，用你场地。晓得。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。喂，你货送到哪里了？怎么还没？你找眼睛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。老婆，跟我来。一天到晚搞些鬼屋头吃的东西，你懂啥子嘛？西瓜降火，用这个吃火锅不上火。不晓得你哪来这么多歪理？这是经验所得。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搞小动作？哼，要不还是老规矩，过了三关就让我出门。不得行，给我老实在屋头待着。哎呀，输不起嘛，就输不起嘛，就是。好，就依你。第一关，不触碰硬币，不借助任何工具，让这个硬币进入杯中。简单。啊！第二关，用纸牌将这个黄瓜飞断。那你看好了。下一关。最后一关，比赛打水漂，只要你打得比我多，就算你过关。好，女士优先。可以。该你了。嗯。闯关都输了，你咋还有心情玩手脚？你放心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哼，那我给你加个难度。千万不要眨眼。